这次的这个趟奖哦，因为我上礼拜五呢跑了14趟，那这次趟奖是到礼拜二早上哦4点，所以我今天呢再跑6趟，我这个440趟奖就会拿到，那这个20趟呢就算了，因为今天一定没有办法跑到这20趟，今天跑到这个6趟就了不起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这个捷运双连站这边。啊，我今天是骑到这边，我就先上线。好，我已经上线。啊，我已经上线了。现在是4点46分，4点46分。啊，这边哦，已经算红区了啦。哦，就单比较多的地方。今天礼拜一，哦，那我一样只跑晚上哈。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天气阴阴凉凉的，早上还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晚上。单量哦，想一想应该是蛮多的啦哦，那我也不求多啦哦，大概能够15趟左右，就14趟或16趟或15趟我都可以接受哦，这样子。那因为呢，上礼拜我有这个上礼拜五啦哦，我已经跑了14趟，那我有一个20趟的这个趟奖哦，今天再完成6趟我就可以拿到，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成绩应该会很不错。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跑得怎么样吧？啊，各位朋友，我刚刚想了一下，决定哦，直接就是来到我的这个老地方等单点哦，来等单哦。啊，现在是4点51分哦。啊，刚刚上线骑过来到老地方的等单点这边呢，都还没有单哦。那没关系，基本上来说，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呢，我是很乐观的啦。很凉快嘛，哦，那也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偏好设定这边哦，哟，才要跟大家讲，我这个就来了，好，5号铜，1.8公里，42块钱，可以接受。啊，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民权西跟中山北的交叉口，我呢完成了6单，哦。所以我拿到了趟奖，拿到了，各位朋友，太棒了！接下来呢，我就慢慢跑，佛系跑，跑个9趟10趟吧。现在是6点16分，嗯，还很早。不过因为趟奖拿到了，数字就整个往上拉，就心情还蛮不错的哈。所以现在就是慢慢送就好了，慢慢收，慢慢送。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奖励的部分哦，那这个奖励的部分也是慢慢收、慢慢送啦，哦，慢慢拿这样子啊，反正今天可以跑得很轻松啦，没有什么压力这样子。啊，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这边哦，那我刚呢就是最后一单送到这边啊，然后呢等了5分钟。5分钟没有等到单，然后就干脆就在这边哦，上个厕所，喝个水，休息一下哦，再看看有没有单哦。那目前是7点47分哦，那目前还没有单哦，还没有单。那我今天已经跑了12趟了啊，已经跑了12趟。那当然我的设定是希望能够跑到在15趟左右啦哦，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再跑个2趟哈。再跑个2趟，为什么呢？至少能够让我把这个哈、哦、趟次挑战进度哈、哦、的这个
把它拿到哈。不过我觉得这有点难拿，为什么？因为这个到4月24号周一下午5点到4月20号周一下午8点，结果现在已经7点48分了哦。哦，我就觉得这有点拼啊，要拿到这两单哈，有点拼啊。不过就看看吧哈。那在这边等了5分钟没有单，我想我到永康街哦那边去转转看，这样。那我现在在师大夜市附近哈，因为我刚刚接到一单那个家乐福的单哈，那单呢有18项，拆成2单。那我想说，哎，拆成2单的话，应该东西就不多啊，结果没有想到，里面全都是液体的啊。什么洗碗巾啊，洗洁精、洗衣精，还有水哦，一堆，重的不得了。虽然他那一单有111块钱，但是我还是决定放弃哦，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塞下，就塞不下去哦。大家也看到，我就这样子一个大箱，根本塞不进去哦，真的是不挑战，不挑战哦，所以我就把它。最后我就弃单了，这样我以东西尺寸过大为理由弃单了。那我现在就跑到师大夜市的旁边这边来等看看，看看这边有没有单。那现在是8点哦，那我打算等到8点5分吧，或8点10分吧。没有单的话，我今天就这样子就下线回家了。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在这是罗斯福路一段哦。前面没有多远哦，就是中正纪念堂啦。那么我刚送了就接到一单哦，就是送到厦门街啊。送完之后呢，马上逃离现场哦。为什么？因为厦门街过了一个桥呢，就要进永和啊。哦，我很担心在那边接到永和的单哦，所以我就赶快跑掉了哦，这样。那么现在是8点22分啊，8点22分啊。其实已经没有单了啦，这样子。那我打算就是开着哈，就是维持上线的状态，然后慢慢骑回去，看经过这个老地方哈，看经过前面老地方那边会不会有单，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啊。那有单就接咯，那没有单就下线回家。好，各位朋友，那我现在在老地方的等单点哦，不过我没有要等单啦，因为我已经下线了。那我刚刚后来又接了2单了哦，接了2单，所以我今天就15趟了，15趟愿望达成哦，那就可以滚回家了哦。现在也已经8点57分了，8点57分，所以也差不多就好可以走了，这样子。因为目前我自觉我的体力还没有办法哈，就是突破9点就是一路送到可能9点、10点、11点之类的，目前还没办法这样。就是目前我这台脚踏车的这个电池哈，可能也没办法撑那么久。那虽然我买了一个新电池，那像各位看到这边，我这边还有3格电，那这已经是新电池，也就是说我旧电池已经用完电了，然后我用新电池装上去了。但是我就跑了7点8点2个小时，也已经用到2格电，就是用掉1格电这样。那我也不我还不想去就是这么操它哦，所以我就目前就先这样就好了等到之后可能我换一台车电池电量比较大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看是要往后增加跑的时间当然也要看我的体力行不行啊这样。好啦，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子了，明天继续吧。